颂赞归于曾被杀的羔羊耶稣，启示录五章八到十四节。基督拿了书卷，死后和二十长老就伏在基督羔羊面前，得那这金和尘满香的金炉，照向旧世众生徒的祈祷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那书卷配解开启的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，叫他们归于上帝，叫他们成为我民族祭司，归于上帝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主与后兵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天使的数目千千万万，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地上的声，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远。